事不好了，大事不好了，新版本你千万别点开始派对，新版本你千万别点开始派对。伙伴，快看呀，今天我来导弹仔岛，我发现了一个秘密，在宝船乐园的旁边出现了一个冰淇淋车。伙伴，伙伴，有很多伙伴告诉我说，我们蛋仔岛最大的变化就是出现了一个冰淇淋车。伙伴，错，大错特错，蛋仔最大的变化，大家不要再点开始派对了，不要再点开始派对了。No！ 为什么？众所周知，我们点了开始派对，等到人数凑齐32个人的时候，伙伴们，快看呀，悠悠会出现，拉着我们蛋仔去参加比赛啊！伙伴，我想问你们一下，你们有没有在游戏中点个开始派对？如果你们点过开始派对，那么请给这个视频点个赞。你们点过没有呀？新版本我不让你们点开始派对是有原因的，是有原因的。为什么？原因我来告诉你，伙伴快看一下，今天我收到爆料，众所周知，以前我们蛋仔比赛失败挨揍的那个人是打工蛋，对吧？而在最新的版本中，伙伴们，我收到爆料，如果我们失败的话，列车拥有了两个巨大的咸鱼武器，伙伴们，他会用咸鱼武器揍那些失败的蛋仔。所以我才说大家在最新的版本中别点开始派对了，别点开始派对了，如果在失败挨揍的就是你，不是打工蛋了，不是打工蛋了，你们知道了吧？